现在是14:38，2月24号，星期三。现在温度是22度，有太阳哦，今天有太阳，今天有太阳，今天有太阳，有太阳，温度还可以啊。玻璃有点脏，玻璃有点脏，全是灰尘，全是那个灰尘那些车子外表没多脏，就是玻璃有点脏，玻璃我没有清洗。还有那个鸟屎在上面，有一点点鸟屎。这地方就是成都市二环路那个密度路那一片儿，密度路这一片儿，前面是红牌楼，红牌楼啊，前面到了，我把那个玻璃升起来，里面声音比较大一点啊。刚刚开了玻璃的话，就外面噪音太大了。现在好一点，今天时间是2月24号，现在时间14:36，天气21度，有太阳，稍稍有一点点点那个太阳，能够看到。明天降温了，明天降2度左右，后边一段时间平均温度在16、17度左右，今天的22度左右，22降了5、6度左右啊。但是不会下雨，下毛毛雨不会下。成都的雨下不起来呀，下的都是毛毛雨。那个一下雨的话就要洗车，一下雨就洗车。所以成都开洗车店生意都非常好哦。成都以前洗车也就是20块钱左右，现在都40了，40喽，太贵了现在。20-30左右吧，降了就降，那个价格涨了就降不去了，降不下去。这个地方就是红牌楼，这个上面有一个那个庙子那种结构的那种，在二环高架上面，这个是红色的。往右拐的话是舞池，锦里。往右拐，直线应该1公里左右吧就到了，还是很近的。我这儿是直走到那个清水湖那边去。左手边还在修地铁堵得不得了。这个应该还要施工2、3年啊，2年左右吧。成都那种洒水车太多了，太讨厌那种。这些人乱窜啊，根本没有那个交通意识。红灯他们还得冲。前面是二环高架的入口，西边的入口比较少。这个地方是红牌楼的入口，然后后面是人栏立交那个地方堵得不得了。就这段入口太少了，往前面方向走入口比较多一点点。左手边到人栏立交那边就稀奇古怪的。以前可以走，现在改成那个只能往右拐了。往右拐就只能到三环或者是建南大道方向。真的不知道怎么想的那些人，怎么制定的那种。应该是考虑那个入口的那个流量太大了嘛。这边是双栏社区。
左手边是五河大道，直走就到那个双流城区，城区就挨着那个双流机场。这一片就是双南片区，成都非常非常成熟的那个商业比较多的这一片，这片商场太多了，购物中心太多了。对，现在成都总的来说，现在购物中心好像220多个左右，每一个新修楼盘下面都是购物中心了，都是铺面那些，全是卖的吃的，不卖吃的没人气。